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我是许端义，带你来一起关心淡水及北海岸的重要消息。淡水河北侧平面道路争议不断，虽然面对台北市的反对声浪，但新北市还是决定要继续进行第一标以及第二标的工程，并且宣称将于9月开工。而对此，议员蔡景贤则是表示，目前淡水北侧平面道路与轻轨共构，从灯会大道通往红树林捷运站外的引道已经完成发包。而立委吴育生则是希望在双北放下争议，好好的沟通。但针对环评通过的部分，期许在2年内能够顺利的完工，并且在105年正式通车。日前传出台北市继续反对淡水河北侧平面道路的声浪，而新北市政府则是表示要继续发包第一标及第二标的工程，并预计从9月开始就要动工了。而对此，蔡景贤议员就表示，即将动工的就是淡北道和淡海轻轨共构，从灯会大道接往红树林捷运站外的引道。而市府目前已经完成发包，近日内就会开始动工。发包了啊，跟这个捷运哈，那么轻轨啊并购。为这个跨界吼，咧红树林要跨界这个灯会大道这段天桥这条要同时吼，北侧道路啊加这个捷运同时来做安尼，所以啊，这个发包出去啊，那么共构吼一定会合并。而面对台北市的反对声浪，甚至要求新北市要将淡北道路接上中美快速道路等要求，淡水区的立委吴育生就表示，当初在规划设计甚至进入环评时，台北市都没有提出意见。而今冒出争议，他也相信双北市长能够好好的沟通。但针对环评通过的部分，他也要求一定要确实来施工，并在2年内顺利完工，在105年正式通车。我知道新北市跟台北市非常努力在协商。那其实我认为未来的2年到3年当中，这个北侧道路的施工，尽管进入关渡地区的话，是踩平面或高架直接接中美，其实都不影响工程的进度或者时间。所以只要双方讲清楚了，工程款的分配清楚了，就可以马上启动。因此我个人认为，就是我长期争取北侧道路成功，努力环保，经过保护红树林都没有争议的情况之下，保留自行车步道的情况之下，我们问心无愧。虽然新北市政府日前表示要在9月份开工，但今天实地来到第一标及第二标的预定地上，目前还看不到任何工程进驻的迹象。是否真的能够如期在105年通车，还要考验着新北市政府的执行与协调能力。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为了听取在金山区中山路上的人行道执行后的民众反应，在今天下午，区公所也邀请到了各里的里长以及市政府等相关单位前来进行一场座谈会。不过，在地里长却表示，有许多的里民向他们反映，在画上了人行道与停车位之后，造成许多的摊贩一样摆在人行道旁边，而临时停车的车辆更是直接挡在路上，直说改成这样子并没有更方便，民众是抱怨连连。为了解决在金山区的中山路上并排停车的问题，并且整顿中山路的街景，市府交通局以及警分局所规划的平面人行道以及机车停车格，在这个月初完成施作。而为了了解在执行后民众的反应，今天下午在区公所也邀请各里的里长以及市府等相关单位前来进行一场座谈会。不过在地里长却表示，有许多的里民向他们反映，在画上了人行道与停车位之后，造成许多的摊贩摆在人行道旁边，而临时停车的车辆更是直接挡在路旁，只说改成这样子并没有更方便，民众抱怨连连。因为咱是在北碧云路咯吼，要做这画设这个人行道，还有那个机车，还有单线道吼，确实有影较细，起步我想起来讲吼，底下在碧云现在规划方面。还有那个周六周日的临停的问题，是不是说临停？周六周日是不是有一个相关的办法？
许多地方的民意代表也表示，虽然市府基于地方的街景以及秩序做出整治，但没有配套措施，根本就是扰民。包括原本摆在路旁的流动摊贩，没有安置的场所，还有在设置之前有四线道的路幅，现在只剩两线道。一遇上假日，加上临时停车的民众无法适应，因此整个交通根本就是大打劫。做局部的改善，希望它能够变得更好。刚才交通局又讲过，里面有部分的路段，像红线的部分，我们会可能会把它改成黄线。黄线就是准许我们开车也好，机车也好，我们可以临停三分钟的。哦，你也当停车，你当边疆的停车哦，你也当切开路边，它都停。哦，那事后停车格如果位置设置不当，那会让这种违法乱纪做调整。这个部分我们做细部的调整以后，希望让它变得更好。市府交通局对于里长今天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表示说，未来还会再加做调整，包括整个卸货区还有临时停车的缓冲空间，而最重要的是要如何规范路旁的摊贩，才不会造成行人被逼走到马路上，形成市府的美意没有效果。而这些都是未来政府除了要如何与地方沟通之外，还必须加强的配套措施，才能让这存在已久的老问题彻底的解决。记者廖品涵、许端义、金山采访报道。在上星期受到封面影响，在北部除了对于基隆造成严重的灾情之外，在上周五万里的野柳地区旧台二线上面也发生了土石崩落的意外。而在万里区公所在事发隔天原本要进场抢通道路，但是雨势过大，不仅是施工人员暂停，一旁的石块还不断的滑落。而区公所表示，在山顶还有两块直径超过5公尺的巨石，担心遇上大雨会造成第二次的滑落，因此区公所除了要持续双向的封闭之外，也正在想办法要将这块巨石移除。眼前在柏油马路上面，这个被巨石所撞出来的超大坑洞将近有1公尺宽。在上个月的31号，受到封面影响以及康瑞台风所引进的西南气流，在北部除了对于基隆造成严重的灾情之外，在8月30号，万里的野柳地区在旧台二线上面也发生了土石崩落的意外。而就在山崩的情形发生之后，随之北部就降下了豪大雨，让原本要进场抢通道路的万里区公所以及施工人员，才刚把巨大的石块清完，隔没多久，高60公尺的山壁上，超过5吨重的巨石又滑落下来，这也让施工人员赶紧撤离。自8月30号的下午在3点左右发生落石，那我们接到通知之后，就马上派人过来做警示，然后大概三点半的时候，我们的厂商的吊车就进场来清理工作。那礼拜六的时候，就是8月31号下午3点的时候，又发生第二次巨石。这是现在看到的是巨石是从昨天礼拜六下午3点的巨石掉下来的时候，一直到昨天上午为止的巨石。那现在目前就还有两块在山上，两块悬在那边，比较担心就是那两块要将来要清理一部分。我们将来如果明天开始进场做的话，大概7个工作天会做完。区公所表示，原本要在31号到现场勘查道路抢通的情形，但是雨势过大，不仅是施工人员暂停，一旁的石块还不断的滑落。而今天区公所也实地来到现场，虽然马路上还残留大片的石块与泥沙，在60公尺的山顶还可以看到两块直径超过5公尺的巨石，担心在遇上大雨会造成第二次的滑落，因此区公所除了持续双向的封闭之外，也正在想办法要将这巨石移除。一直到礼拜天，就一直陆续有石头掉下来。沙岩，那它那个大地就是说这边属于沙岩的啊，逆向坡哦，你想吗？所以它节理掉下来的时候，整块节理是大片的节理，石头是巨石掉下来，也不是零星的小石头。我们大概的话，7个工作天哈，绝对是工作天那段时间已经绝对是封闭的了。那之后呢？那个阳光处进来的时候呢，要施工的时候，看他们的施工交通位置计划，原则上初步的话，我们会就是采用单。这个点啊，施工点大概单向，那施工四十分钟，然后开放通车20分钟，好，原则上那详细的话要
以看他们的交通的一个维持，他们当初的施工计划里面来定。区公所表示，目前从台二线要通往野柳的入口方向封闭，而另一端在旧野柳隧道也是无法通行。目前若是要从金山要通往野柳的游客，都是必须先经过万里隧道走玉田路。而区公所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将会进行巨石移除的工程，之后则是会由市府两公处进行边坡的维护，所以至少会有8天以上这条路是无法通行，也请民众要多加注意。记者廖品涵、许端义万里采访报道。位在三芝区的北九线，有一座建造超过10年的自来水加压站，因为长期缺乏管理，许多金属设备，就连铁门窗都被不孝人士窃取变卖，而水管就直接暴露在外的情况，也让民众的用水安全问题浮现。而经过里长多次的反映，希望自来水公司能够尽快的改善。位在三芝区北九线，有一座建造近10年的自来水加压站，因为长期缺乏管理，周围杂草丛生。而3年前加压站的流刺网、扶梯护栏、水箱盖，甚至连铁门窗都被不孝人士所窃取。经过当地里长反映后，自来水公司后续虽然有加装纱门处理，但木质的纱门经不起长期风吹雨淋，早已不见踪影。如今加压站任何人都能进入，当地居民的用水安全实在堪虑。之前哈，这个自来水加压站哈，我曾经有反映过了哈，但是之前是差不多在时间应该在3年前左右，我曾经反映到自来水公司，因为本来这是周边都有栏杆嘛，还有那个水箱盖啊，那次就被拆走了啊，拆走以后就我反映到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这那时候是这边没有，那个只有门挡起来，上面的设施都没有来装再装过。窗户啊、铁门啊、上面那个水箱盖，白铁是水箱盖啊，还有护栏啊，什么都被偷光了啦。据了解，北九线加压站荒置的问题，当地里长已经向相关当局反映多次，希望能够尽快厘清加压站是不是还有在运作使用。而对此，自来水公司则是回应，会尽快派管理员去进行了解。1.5公里这个，那加压站应该是一个那个水池啊，我会阁派我的管理员去量看卖一下。我是觉得哈，如果这个自来水加压站有在用的话，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有在用。如果有在用的话，应该是要做一个适当的管理，因为这样荒废者也不是办法。啊，比如说有些人是要下毒的话，他很轻易的进来，哎，如果下毒下去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李尚表示，由于被窃取的设备至今都还没有被装回，加压站的水管也就直接暴露在外。若加压站还有在使用运作，应该要妥善管理，否则有心人士要接近下毒是非常的容易。因此呼吁相关单位重视并尽快处理，让居民能够安心用水。记者许端义、廖平安、三芝采访报道。在近期全球刮起了一阵选秀节目的风潮，素人的音乐梦想成为观众瞩目的焦点。而就在淡水区，有一位爱唱歌的刑警，为了一圆自己唱歌的梦想，不仅是挑战了许多歌唱比赛，现在他更是唱进了号称全台湾最大的选秀节目，要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优美的歌声、帅气的外表、稳健的台风，一开口简直就跟职业歌手没有两样。他就是淡水分局侦查队的刑警林庆宏，因为爱唱歌，这几年挑战全台各歌唱节目也都有很好的成绩。而最近他更是登上了台湾最大的选秀节目舞台，这样的消息也让很多淡水的警察志工们来为他打气。我们淡水分局林庆宏警员，他其实是在我们警察志工这个区块常常接触，因为他都会教我们一些居家安全的一些people， 然后他也是一个防窃的达人。那这一次他能够到台视去参加我想要当歌手的节目，我们觉得真的警察志工觉得都通通给他加油，希望他能够获胜。那平常我们工作也很忙，那我本身也喜欢唱歌，那利用时间唱歌的那个时间也不多，那这次能够站上这个舞台，能够完成我一个梦想啊，就是能够完成我喜欢唱歌的梦想啊，也是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跟希望啊，希望也感谢长官跟同事跟家人给我的鼓励，那这次我相信我应该会有很好的成绩。而这样一副好歌喉也常常让他在淡水区的各项活动之中有演出的机会，除此之外，在分局的各项宣导活动之中也听得到他动人的歌声。用这个媒介来宣达一些我们一些在平常一些治安上或是一些需要一些犯案的手法啦，能够借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宣达，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媒介，这是我的个人想法。林庆宏表示，他目前负责的业务是犯罪预防宣导，
不但是因为参加选秀节目声名大噪，进而影响刑警工作，反而因为参加节目所获得的高人气，让他在宣导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因此也让分局长官相当支持。将来他也希望在比赛之中获得更好的成绩，来挑战自己的梦想。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距离农历七月结束只剩下最后几天，各宫庙的活动也都告一段落，而剩下来的祭品该如何处理呢？淡水的清水岩祖师庙今天也将没来领取的普渡祭品全数捐给公所的食物银行，用来关怀淡水的弱势民众。距离农历七月结束只剩下最后几天了，各宫庙的中元普渡法会活动也都告一段落，而淡水清水岩祖师庙为了要发挥祖师爷济世救人的精神，今天上午也将普渡过后信众没有领取的300多份占卜品和七大包白米全部捐赠给公所的食物银行。啊，已经领到这阵时剩344份，吼、哦，啊，咱要关怀哦，这个，啊，咱就感觉关怀公所属于安尼，吼、哦，啊，搁有七包的白米，啊，七包的白米。总共就是这个普渡的额安尼。而对于这份爱心，今天上午淡水区长也亲自到庙里来受证，并颁发感谢状给庙方。区长表示，公所的食物银行在收到这些物资之后，也会用来关怀区内的独居老人、弱势家庭或者遭逢变故的急难民众。那给我们的，比如说低收入户啦、独居老人啦、甚至一些家庭变故哈、紧急发生困难的这些市民，那让他们能够在紧急变故的时候呢，都能够至少都能够有这些物资，可以让他们呢三餐无虑哈。那所以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祖师庙哈，那所有的这些信众，我们庙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执事。那谢谢他们的这样的义举，谢谢。祖师庙表示，每年都会准备2000多份的占卜品，让信众来认捐，但也有信众会选择不来领取，而这些剩余的物资，每年都会来捐赠给公所的食物银行，希望将这些物资转化成爱心，用实际的行动让这个社会更加温暖。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新北市政府社会局举办寄养家庭的招募计划，而副市长侯友宜也力挺支持，并且表示希望新北市有能力的家庭可以发挥爱心，收留或照顾这些需要帮助的弱势孩童，让他们可以无忧无虑的成长。在这一场寄养家庭的招募记者会上，副市长侯友宜表示，一个家庭能够花时间以及爱心来陪伴小朋友是件幸福的事，希望新北市的家庭可以给弱势小朋友更多的爱以及关心。没有办法再跟一般家庭长大，必须要有人去接受他，有人关心他，有人爱他，有人陪他成长。要有这样一个家庭，不是只有爱而已，还有要有勇气跟承担。我今天看到我这几位爸爸的家庭们，我很感动啊。社会局这次与新北市家扶中心、保姆协会和台湾世界展望会三个单位的寄养家庭共同拍摄招募寄养家庭公益广告，并邀请公益广告中的寄养家庭现身分享当寄养家庭的心得。从民国72年走到现在，我们到现在为止有251户、355个，你说多吗？其实也不尽然多。如果真的很多，我今天不需要站在这里跟我们社会局，还跟我们这些有爱心的家庭在这里共同呼吁说，很多人就不要参加我们寄养家庭，都是因为不够多。这些年来，很感谢家扶给我这个机会。我当初也是因为来家扶上保姆课程，然后有老师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帮忙？那 我当初也是。因为都不懂，不知道这样我能不能做到，我就回家跟孩子跟先生商量，结果他们很支持我，那我们就这样一路走下来。新北市寄养家庭分为两类，一是双亲以及单亲的寄养家庭，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上、65岁以下，并且完成国民义务教育，另外本人或夫妻以及共同生活的家属无不良宿行且健康良好，经济状况无虞，以及住所空间足够安全整洁。社会局欢迎有爱心有意愿的家庭都来加入寄养的行列。谢凤强市府报道。
在台湾街舞史上最大阵仗的赛事就在新北市，由新北市政府主办的2013新北市国际街舞大赛即日起开放网络报名，邀请国内外街舞高手一起来争夺40万元的高额奖金。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表示，板桥地区已经连续6年举办街舞比赛，不仅在北中南办理分区的预赛，还在决赛前增设特别资格赛，使无法提前来台参加预赛的外国选手也有晋级决赛的机会。我们板桥办活动，办到高雄，办到台北市，绝对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以前被出国比赛，现在我们不是出国比赛，我们是去把国外的裁判拉来在板桥比赛，这个是国际级的。为了让赛事更具国际化，更与国际大型街舞团体合作，将其在泰国、澳门选拔出来的街舞冠军选手送到新北市参赛，并且加强国外行销，希望把新北市打造为国际街舞文化的重要地标，彰显新北市创新、年轻、充满活力的新特色。我们新北市的街舞大赛又开始了，我们今天给了我们新北市一个新的一个诠释，叫 New Taipei B-Boy City。我们希望未来在板桥就是一个街舞的重要的核心基地，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在板桥练街舞已经超过10年了耶，有些练了13年了，所以我想在板桥来办街舞绝对是实至名归的。我们邀请大家飙舞，不要飙车，要打鼓，不要打架。我希望我们用这样的精神，我们继续把我们的街舞大赛能够办得更好。那今年已经变成世界级了，我们不敢说明年一定能加码，不过我想以区长的这个能力哈，他明年一定还会再更上一层楼。明年不止把星光三月包下来，我想他明年可以去包那个介寿广场，好不好？看看怎么样，我们一起大家来努力。2013新北市国际街舞大赛分别有3大赛事，即日起开放网络报名，市文化局也邀请国内外街舞高手一起来争夺40万元的高额总奖金。解凤强市府长报道。新北好天气，热火好元气，我是伟文。在周休二日的风风雨雨经过了之后呢，接下来迎来的肯定就会是一连串的好天气。这样一连串的好天气还会带有一点秋高气爽的感觉啊！而且好消息是，本周内是没有台风会来影响的哦。所以呢，请大家逮住好好的夏天的尾巴的热情，好好的再出去好好的游玩一下了。来看一下新北市的最新的天气状况。从卫星图看上面可以看到呢，这个康瑞台风之后移动出去之后啊，带进来的西南气流还伴随了另外一个台风的生成哦，那是今年第17号台风呢哦，已经在这个台湾的东北角这边呢，慢慢的会往日本上面移动，所以连它名字也不需要知道，因为它往日本去了，台湾完全的不受影响。当然天气的部分可以看到呢，可以看到在中国这个南方这边有一些的干空气在进来哦，而这样的干空气进来，当然取代掉台湾的湿润的空气，当然这样天气状况就会变得晴朗稳定许多，甚至连午后雷阵雨都会销声匿迹哦。不过呢，也是有一些东北季风下来哦。当然了，这样温度呢也不会像前阵子这种夏天来的那么的炙热。所以呢，清晨的温度呢大致上还算蛮舒服的哦。加上23、24度的这样温度，清晨户外活动的话还蛮合适的哦。可以看到这个下雨的分布的部分呢，未来等台风往日本走之后呢，基本上都是这个东北风的影响哦。当然的，目前东北风强度没有很强，所以呢，迎风面的这个云带呢也不会很明显。所以整个新北市来讲，都是万里无云的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而这样的天气会持续一周左右。当然了，后期副热带高压增强之后呢，到星期四之后呢，新北市的午后阵雨会稍微多一点，但是雨量的部分来讲也不是很多，风的部分呢影响到也没有说很多，基本上都是算还蛮晴朗的，这个清风徐徐这样的感受哦。来看一下下雨的分布了，星期一的部分基本上万里无云，只有在山区午后有一些零星的云量闪生。星期二的部分呢也是差不多如此，甚至星期三也是一样哦，在山区的部分呢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雨呢集中在中午了，大概半个小时，属于毛毛雨等级，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都会区当中一样都是万里无云的艳阳高照好天气哦。温度的部分可以看到呢，在清晨的低温呢，周一周二呢有一些东北风的影响，所以大概是22度、21度左右。随着时间慢慢的往回升，等到星期四之后呢，又会升到属于这种25啦到35的时候，这样的感觉。在了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会感受到又是这种秋老虎出闸的这种感受。所以呢，本周末来讲呢，属于晴朗的，属于夏天的。但是呢，
在属于周三之前呢，都是属于秋天的秋高气爽哦。那当然呢，在星期六的时候呢，是一年一度的白鹿节气，在新北市里面，白鹿最棒最棒的登丢西的水果的是文旦。当然呢，在八里观音山这块是登丢西，而且是出产最有名的，不妨呢，好好的用一点时间呢，来这边采购采购，摘采摘采来吃一下哈、哦。好啦，也是提供大家一些小小叮咛啦。周六来讲呢，是这个天气状况，整周来讲都还算不错，尽量好好的逮住好好的这种天气的状况呢，来去做一个户外的活动，或者是家里整洁的活动的一个整理喽。以上资料提供大家，快乐过生活喽，再会。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许端，祝您事事如意，红树林新闻，我们明天再会。